你结婚了吗？你经常在笔记上点小的这些吗？也没有正常吗？你就是你老婆不说你吗？我正常玩游戏说啥呀？家庭地位这么高吗？你从我这几口梨应该能看得出来。好歹都是你老婆给你洗的吗？你不会是你在这边打游戏，然后你老婆在旁边给你切水果，然后去煮饭，然后送到嘴边。聊狗了好吧？嗯。真的吗？你是怎么做到的呀？臭弟弟。等一下啊，等四秒一好的，好正好生了，他跑，那你就别吃了，能耗血就耗他血啊。现在我们二级，那个 EAQ 怎么的也比他一个 A 阶 W 伤害高，他肯定想补刀，补刀就 Q 他。A 接 E， 接平 A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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 接爬爬了。A 接 Q 闪现吃饼干。那岩雀怎么打那赵信没打过呢？遇不着他呀。那赵信搁旁边呢。先点岩接 Q 呗。平 A 打爬就平 A。走不掉了。哎，可以啊 ，Q 不着，漂亮。我先坑他一下，让他拉我们。你这是教的是召唤师技能，我的哥啊！吃小饼干加结束，亮什么牌呢？他刚才教召唤师技能，完事我教的是大招。他还跟我搁那亮牌，我也不知道亮什么玩意儿呢。那一百秒的东西换个200秒的东西，还秀一下子。这三项攻击力真低呀！这个东西就加15点攻击力，这么一下。E A 打不就 A 接抽多少血？感谢 A。抽这段感觉应该能打过。哎呦，暴击了，我躲了他一个 W 技能，很关键啊。你让他兰博来，来你让他来，我就在这待着，我看他兰博敢不敢过来。三个人来都不好使，现在我只能这么说，三个人来都不好使，除非我们先把技能交到诺手身上能行。让他来，我就待在这里，我看谁敢来，我就往这一待，我看谁敢来。诺手的走位已经不对了啊，穴位有点不对了。闪现是真不要钱的，我发现。你还不走啊？哎，你是因为啥不走的呢？你凭什么不走？这边中路我去，好像来试试吧，来吧来吧，来吧，来残血。
怎么没有人了呢？人都去哪了呢？去打峡谷去了，去下路了。那我们把中塔推了。我是真是醉了，我的 E 技能能被赵信给打断了，我头一回 E 被赵信打断，就是在我飞的时候赵信把我挑飞，头一回。该小龙团战了，这波团战应该是转折点，直接开，我就把峡谷放中路。他们不要了这龙啊，天哪，这个兰博这块一定得死啊，无论是谁他都必须得死，因为他身上带着美甲窃魂卷，我不可能让他活。蟹手够不够？蟹手是够的，但是不行，我们还是得要黑切。对面的护甲还是比较高的，这都有护甲。干干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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上蓝魔，上蓝魔，蓝魔！这波不用大啊，没啥。这不要钱，这波拆中，拆完中打大龙，牛头这个药后药的比较好啊，牛头谁家大龙，也不能让人点那两下，点干嘛？装个什么东西？先把他道具杀了吧。哎，这个戟可以啊。我们还是得先打蓝瓶。三换四，三换四都不合适。我身上带赏金的 ADC， 我都不用看我就知道谁投的翔，叫什么永远的 XHY， 他要不是 ADC 投的翔，我直播吃屎。你看每一把投翔的那个人往往都是那个最二的那个人。当然也有那种就是实在打不了的情况，这边直接不打了，打不过直接叫队友撤，因为不可能打得过。这 AD 这个位置我就头痛，拆完走了，不拆拆不动了，这波只能算是止损，没办法，我的位置比较差，没有蟹手，有蟹手还能打一打。到我们了，中路几个人来，我看看，他们技能应该交完了啊。对面敢打大龙就全死，跟我来，狗头鹰。没视野，他们就全死。波了，
一波不了好像。哎，能一波呀？那不就两个 AD 马上活了吗？一拆不就完事了吗？